这款水上救援机器人是由深圳市智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，是政府应急民间各类救援组织的标准化救援设备。它这个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5公里，是我们这个救生员的12倍以上。风浪大的时候呢，还可以防止侧翻。它的遥控距离是1500米，而且这个设备呢自己带有 GPS 和北斗的双定位，同时它还具备有一键返航和红外感应的功能。载人浮力和拖拽牵引的重量可以达到500公斤。